欢迎收看东艺 TV， 今天要来吃一间在地美食，它位于东安路附近的一间药膳麻油鸡。你看才刚下班时间人就这么多了，虽然我还没有吃过，但是很多人都说好吃，让我们一起来吃看看这间药膳麻油鸡吧。Hello， 帅哥美女，我们鸡汤可以续800次哦。来这边要保到喉咙。OK。啊，帅哥美女先听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老板挂保证的哦。对啊，老这次影片到这里结束啦，如果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哦。东艺 TV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